这是什么地方呀？我知道了，是外城，赶紧装备。这里果然富裕，一下就是三级包。哇，五爪金龙！下次我还要来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太富了。那里录了一个小子，他比我先落地，赶紧装备。三级包 M24， 这轻影恐怕打不赢那个小子啊。哎，前面有个小子，刚才怎么没看到呀？小心我！就我这个位置，你想怎么打你都打不到我。这个小子的眼睛还挺好的，看来我不好打的呀。这个子弹也不多，要不要重新找个位置？算，再等一下吧。这小子怎么不出来啊？不出来还有点难打。我今天我就在这里给你耗着，看谁先出来。我就不信了，小兔崽子的。怎么办呀？这小子死活都不出来，要不跟他谈个交易吧？跟他组队。小子，要不我们两个都组队吧？我组你个鬼！你那点技术我瞧不上。那怎么办呀？你不过来，我怎么过去啊？你过不来关我屁事啊！我后面就是圈。那我都说了，我们两个组队大不香吗？香你个鬼哦！等你过来再说。你都没有答应过我，我怎么过去嘛？我答应你干嘛？你过不来关我屁事啊！今天我就要拿你加 KD。你拿我加 KD， 你有那个本事吗？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让我非常的恼火。你也就这点出息，拿这把枪给你都是废的。如来了，先进一圈去 M 城看看。